竟敢扰乱法场，给我拿下！只要令牌没有落地，就不可以开展喽。姑娘，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于某罪有应得，你不必费心了。哼，闭嘴，笨蛋！你想死，本姑娘偏不让你死。 哎呦！行行，这又是什么人？谁呀？于大人不能下！原来是你们！告诉你们，这是法场军法如山，你们不用来求情。 是是是，哎呀，这法力无山呐！你们这几位，行，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我还没打够呢！你们烦了？这还有王法吗？大人啊，昨天晚上闯入我府的就是他们几个人，我看一定是奸细。来人！ 把他们给我拿下！是，谁敢碰我？公主驾到，臣多有不敬，望公主恕罪。想让公主饶了你可以啊，你把于大人放了。可是公主，与其关他，杜大人，我哥哥派你来，不是让你来杀自己人的，放人。是，遵命，快放人。是。 多谢公主救命之恩，你快起来吧，于大人。如果于大人他真的死了，那是我们大明的损失。我今天救他，为的是我们大明的江山、大明的百姓。于大人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，和我们一起抗击倭寇。 曲大人，我记得你刚才好像说要治我什么罪来着？刚才是这样的，我刚才说是公主赐了我两个巴掌，这是对我最大的褒奖。真的吗？是是是。那你放心吧，以后这样的奖赏。 我每天都会给你，多谢公主，多谢公主，不用客气。哦，阿牛侠士，你就是先前保护军饷的少年英雄。哼，大人不必客气。哈哈哈哈哈哈。 我一直有个疑问，那些倭寇的目的不就是要夺走天龙战舰吗？可他们为什么把船开走以后，还要放火烧了他们？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启禀各位大人，我们从海中救起了他，他说有要事禀报。快扶他坐下说。怎么回事啊？ 各位大人，求你们问梁主事做主啊！梁主事，梁主事是什么人？他是天龙战舰的设计者和督造官。这个梁主事怎么了？那些倭寇在抢船的时候，我跟梁主事一起在船上。
梁主事本想找个机会把天龙战舰开回造船厂，可是那些倭寇实在太多了。梁主事是个文官，又不会武艺，眼看天龙战舰越开越远，咱们的人又被截在岸上，没办法，梁主事他就怎么了？梁主事说，天龙战舰是他一生的心血，他就是死也不能让天龙战舰落在倭寇的手里，于是他就放火烧了船。他还说什么？他要和天龙战舰共存亡。来人，快扶他坐下。我在此立誓，不杀光那帮倭寇，我绝不罢休。哎呦，喂！你给我站住！别追我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姐，胡心彤，你给我站住！好公主，好公主，你说好不容易才清闲下来，你就别再逼我练轻功了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我放过你。那些倭寇来抓你的时候会不会放过你啊？练功去。哎呀，好公主格尔乐，你说我这两天跑来跑去，我腿都快跑断了。哎，你就让我休息一天吧。啊，要是倭寇来抓你的时候，可不会让你休息一下再跑。站住！站住！哎呦，好公主格尔乐，你就放过我，让我歇会儿吧。不行，今天必须练足两个时辰，不然不许吃饭。那吴欣彤最近是不是该练功了呀？哎，嬷嬷救我呀！这小胖子能偷懒就偷懒。别跑！喂，嬷嬷快救救我，哥儿郎要把我折腾死了。哎呦喂，一个大美女陪你练功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喂，总算抓到你了，跟我走。若琪，你哎呦，疼，哎呦。我说哥儿哥，你能不能下手轻点啊？我有分寸，走。胖子好好练功。有个屁分寸，你说这蛮族妞怎么那么狠呢？公主，你可不能像她一样。我怎么可能像她那样？我对子豪哥哥一定会是很温柔、很温柔、很贤淑、很贤淑的。公主，我说的是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你现在心里面怎么只有子豪哥哥、子豪哥哥？气死我了！不理你了。你怎么可以不理我呢？我也会对你很温柔、很温柔、很贤淑、很贤淑的，嬷嬷。对了，嬷嬷，我今天一直在想一件事，我呢想以公主的身份保举子豪哥哥参军，这样他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抵抗倭寇了，你说好不好？公主，我觉得你这个想法不错。哎，真的？但是一定要小心啊。我知道，你放心吧。走，很温柔，很温柔，很贤淑，很贤淑。Yeah.
说，这豪哥他大气也不喘的练了三个时辰了，他累不累啊？哎，就是，这看的我都累了。子豪哥哥，你这样身体会受不了的。就是啊，徐子豪，公主说的没错。哎，你这练了几个时辰了？这功夫又不是一两个时辰就能练上天的。打不过小泽正雄，他心里不知道有多窝囊呢。你们就随他去呗，他要是真的累得受不了了，不用你们劝，他自己就停下来了。嬷嬷，你看，干什么呀？这是木偶呀。没兴趣。哎呀，很好玩的木偶。你自己玩自己玩。没见过吧？这个是木偶，这是我让屈祥和跟城里的戏班子借来的木偶。看看，既然子豪哥哥他不想出去，我们就在这儿演木偶戏给他看，帮他解闷儿。哎，挺好玩的。那是。这个什么木偶戏怎么演啊？啊，怎么演怎么演呗。反正我先要这个，我是要出征的将军。咚咚咚咚。哎，那我演。我演这个。我演这个，我要我演这个，不用我了，这是公主的。那你演这个呗，这个挺漂亮的呀，你演这个。对啊，这个多好啊，多适合你啊。我演这个。来来来，过来。那我们就这样开始演吧。我呢是要去出征的将军，死胖子。哎，你演我的娘子。哎，好不好那我演什么呀？你演什么？你演我们的敌人呗。我要出征去打你，但是你杀了我的娘子，我要为我的娘子报仇。报仇？哼。呀，我要去战场杀敌人了。动！好好好好！啊，夫君，你要上战场了，奴家好伤心呐！滚！大丈夫，贼寇未出，何以家为？我要去杀坏人！好好好，看招！哈哈哈哈！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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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打！打！冲！冲！啊！杀！我杀了你！不投降的人就要死！冲你冲你冲你！你死了！死了死了！子豪哥哥，我把贼寇给杀死了！你看你看你看，我赢了！子豪哥哥，你看呀！够了！子豪哥哥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天龙战舰毁了，死了那么多兄弟，你还有心情在这玩什么木偶戏？我不是在玩，我们只是想逗你开心。开心？你拿他们寻开心？那些死去的人都是你们朱家的子民，你到底有没有心肝？我没有拿死去的人寻开心，我只是想逗你。想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他们的父母妻儿？有没有想过他们失去亲人有多难受？他们的父亲、兄弟、丈夫，都是为了保护你这个没心没肺的公主和你家的江山战死的。我其实够了，我不想见到你，也不想听你说话，走。子豪哥哥，
哎，若琴，若琴。没心肝的东西！我怎么了我？我说，你是没心肝的东西，百般的对你好，你看不出来啊？啊！把心都掏给你了，你还是有血腥味呢？自己没本事，谁跟你好你咬谁啊你？疯狗一条！喂喂，我疯狗一条？我咬谁了我？豪哥，我也觉得你太过分了。